例如，某个政治局委员的一个儿子，是我们3年爆料的核心支持者，跑出来了。爸爸在秦城，每次爸爸给他打电话，都用暗号告诉他：没事了，去奥运村去看看你那些叔叔婶婶们。他在外国，他去什么奥运村看叔叔婶婶？他明白，就是看我。 就秦城监狱，不管是警察什么，还有这个监管检察长什么，都是咱的爆料哥的战友，这是肯定的。任何一个政治监狱里边最想看的，就最了解就是爆料哥。他给我联络的时候，郭叔，你能想象到吗？当年我爸爸参与了所有的，就想弄死你的。现在我是你的战友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那时候我可看多了，那些明星男的女的，见他爹的时候，不论男的女的，都是弓着腰，哎呦，首长。 首长，哎呀，看你很健康啊，首长，哎呦，你看你这气色啊，首长，看你这年轻啊，啊，那女明星在那个保利酒店真恶心到我了，那几个相当形象好的女明星，在外面还都这样呢，还这都是胸带挺着啊，一开门，这哥们出来了，管这个中宣的中央的，哎呦，这马上，哎呦，首长，首长，哎呀。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战友们，集权下的精英知识分子、体育界、演艺界那个卑奴屈膝那个感受，我看的太多了。